没有人。你的债暂时还收不走，魔鬼。你被神医冻住，不行走。我操，完了，冰女没闪。喂，你这样子我还不是害人吗？不是，你听我解释。我不听。Enemy triple kill。完了，怎么全死了？完了。我先给你解释一下，我这一波的来龙去脉。不是你这一波，你看我走到他脸上，第一时间没滑到，我走了两步，他还在往后退。我想着这个冰女应该不可能在这儿了吧？然后我一上去消耗一下，这冰女闪现出来了，突然的闪现。哎，我有大了，兄弟，看一下。没事，他没出光。我这要狂屌啊，兄弟！来，炸飞！我操！不是喊你来你就直接来给我闪现打死了。假装我不知道房子在里面。现在知道了没？这兄弟太骚了。我喜欢你的笑容。给他！妈呀，我吃人头一点用都没有！给他！给他！别！这人头还让给我杜云鳖兄弟，他太过分了！他让我感受到了峡谷之巅不应该感受到的待遇。我很懂事的，我也是。你推哪都行。哇，你跟着，哎呦，我就跟着云鳖。要我专业，你跟在后面。这盘真的玩得好爽啊，盖了帽了我的老 baby。